排行榜走一波，这个战力哇塞还是高了他一倍啊，然后等级200级，废话不多说高了他81级。好了，哇，3.5亿零1207的这个战力，鼓掌，很开心，这个今天太完美了。千人战靴，哇，可以打到6阶了，拿去拍卖赚一波这个钱，竟然可以打到6阶的装备，哇塞，这个我觉得今天你们带节奏，主要是我这儿一缕头发没有提前梳一下，露出了我高傲的发际线。哎呀，速记幻化，我可以激活一个地厅啊，地厅原来是长这样的，激活加个74000的战力，哇，史诗的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个来了来了，这个是酸泥，我可以还可以再升星一次啊，加20万，再升星一次，酸泥又加20万，舒服了。又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背包里面有什么好东西，图鉴提升一件，加个几百万，好，加35万，这灰卷看一下，人物都齐了啊，这个还差一点，神佛这个齐了，法宝不够，救兵不是毒酸泥吗？是有人告诉我的是医生酸泥，我这样读是不是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吧。图鉴佩戴，哇，这个如来牛魔王可以替换了呀，牛魔替换一下，哦，可以佩戴太阳老君，我靠，他这个建议的是有些羁绊吗？啊，反正这样一套是比较厉害的，这个牛魔王可能他的星级有点低，所以他不会上这里面来，然后这儿加技到了15，我加了10万，然后这儿佩戴一个这个不可以吗？我靠，看一下二郎神好像必须要上，这个老君也必须要上，菩提也必须要上啊，就是这个牛魔是多余的，没有办法，然后激活一个这个羁绊，哦，酸泥，好的，3.5亿就看一会儿九点钟的活动了，九点钟活动如果给比较厉害的这个装备，我们拍卖一下，其实是有可能可以啊到3.5亿的，要是能到就太完美了。我们现在把这儿 boss 揍一下，这个200级的老君，哇，感谢酸泥，感谢大家。好，装备我看一眼，神装其实我可以强行把它升一下的，呀，这神装这个素材倒是挺多的，400个。提升到50阶试一试，但他加的好像不怎么多，哦，他加的不怎么多，哇，那还是不要升到50阶了，有点给这个号主吧。辅音强化他加不了多少的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活动清一下吧。这个游戏刻了3.5万的币，然后游戏是4.5折的，大概就花了1万出头。下一个游戏没有找好。我们找游戏找好的话，一定会通过视频和在群里面告知大家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的话，我们下次直播时间先和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下次直播时间是3月1号晚上7点钟，我们最后做一下这个攻杀，然后传奇就下了，然后之后的新游戏什么时候再直播不清楚，我现在完全没有找游戏，我刚好也要休息几天，把这个视频发完，然后再休息几天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新的征程，但是什么时候找游戏可能是1周之内，我看看这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下周一二搞定，顺便休息一下，对吧？这游戏后面还有一大堆花钱的地方，哇，好的，交给号主大大了，然后我们。如果你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玩新游戏啊，玩什么样的新游戏，想要一起玩的，或者想要一起来看直播的，什么时候开这个直播，对吧？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些东西，欢迎加一下这个微信，个人微信哦，没有第二个微信，没有工作微信，里面全都是有这个私生活。都不喜欢大厂吗？37这样的，我就喜欢玩37这样的小厂游戏，没有办法，辛苦了图图。群号主大大，他应该不播啊。其实好多人还想那个虾米接手我传奇账号之后再播，其实人家大佬没有时间的，你要直播做视频其实都挺麻烦的。排行榜，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走一波，这个战力哇塞还是高了他一倍啊，他不行呀，我还差距越来越高了呢，然后这个上山打老虎又只有他的一半不到啊，好惨啊，后面其实没什么人了。这个阿爸，其实这个阿爸他说他都充了5000块钱的，但是哎呀，错过那个活动之后，这个5000万战力就根本就不够看了，来点个赞，无敌。我们这儿是有多少的赞，来看一下，684次赞，可以的，然后等级200级，废话不多说高了他81级，
这还是在我经验超出的情况下，如果经验没超出，应该是83、84级，对吧？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再打一次这个经验副本的。哎，只能说他不会玩游戏，妄图实在是太会玩游戏了。然后镶嵌等级，这个他今天超不过我了，我又升了2级。你看他都没有动，他289，强化等级无所谓，高200级不多。法宝其实后面都无所谓了。开始预定下一个号，竞拍1元开始。哎，要是有真的有这个拍卖的话，我还挺开心的。神装啊，自己用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可以再去打一个那个混沌副本。混沌副本里面还有一个 boss 的，180的这个 boss， 一天可以打2次，而且这个次数是不能买的，我们再去打一下。然后还有10分钟，我们最后卷点活动搞一下。啊，这个游戏就下播了。来，福利，再摇一下。哇塞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日常这里面其实还有好多能做的，哇，领取榜玉，杜瓦店也可以做一下，救兵副本一会儿试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次数买了。37服有人能打140的，好像是的，但是问题无所谓吧。感谢送的碧克拉，感谢晕俊堂，不会儿小游戏，没有小游戏啊，小游戏也是需要找的好吗？啊，感谢碧克拉大大。下个游戏号2000起拍一次，哈哈，要看下游戏充多少钱了。下个大游戏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号以后，能卖高点，尽量卖高一点，这样我能维系下去。感谢总吃瓜，3733不是啊，这是我玩的这个37的游戏是在七里平台上的，七老哥还可以额外照顾我一下，就是他不要赚我什么钱啊。但是这个 boss 打得好慢啊。羡慕之马心中情谊，这个其实无所谓的，其他加点很少。零矿切磋一下，就38取的。哇，我们的盟又满了耶，又是70个好汉，可以啊，我们这区还是有很多人的，尬聊都行。今天好像还真的有人发烧。如来不发技能啊，等一下，这个耗力器怎么是这玩意儿的？等等，我要看一下这个如来的技能如何。来，如来佛祖，你这个耗灵器，哎，这个如来神杖为什么不用啊？大哥，你这个耗灵器，你看它不是耗灵的，它可能是这个队伍吧？我是不是这个队伍出战没弄好？哦，你看这个耗灵，这儿没有设置，对吧？刚才这儿有一个没有设置，来如来神杖，走一波，8、7、3、2、1，看着如来佛祖从天而降的掌法，哦，就推了他一掌，就很轻微的推了他一下。是不是很快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这里不需要看这个对手的，今天这个排行对手都很菜，我们直接就把他们扫荡了。哇，感谢熏子送的皮克纳，想看我打爆跨服争霸，这个事情交给别人去做吧。这个号都卖了，我做不了呀。第八天出浮屠和国战，哦，已经是第八天了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八天，但是没有出啊。这国战目测好像是有的，摸一下就完了。这样子，哇。最近也是贼缺钱，应该明天出啊，有可能。好，明天再搞一天，明天不搞了，听我的。离开副本，这加载也好慢啊，这游戏没什么 PVP。其实跨服 OK， 主要是我这太强了，对手根本就不够看，你知道吧？激活出去，哦，出去可以激活的应该是啊，这个是蓝色的。哦，蓝色也可以激活，蓝色以上就可以激活了。哦，好的。啊，这儿，哇，换一个这个橙色的，再来，哇塞，再替换一下这儿，升阶，舒服。强化不用搞了，强化我不用研究，资讯，给不了。我们把这里的副本闯荡一下，啊，先打一下这个尖副本吧，最后打一次，然后就直接去参加那个活动。剩下的副本我们也不做了，剩下的副本其实也一般般了。好的，肩副本最后10秒钟，我们其实还可以把这个技能天赋升一下，但是稍等一下，然后这儿双倍领取9100万，哇，这是新纪录了，这也是最后一次打肩副本，很给力的，感觉这个和我的这个战力也有关系，因为我战力很高，所以又刷新这个纪录了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还有24秒，羡慕争霸就开启了，来，我们把技能天赋稍微升一下，这把再用的这几个技能升一下。啊，这些都要200多转，六二，
好，这个时间不够了，走出去，进入仙盟争霸。我们是打这个青龙阁，加入战场。上次第一轮没有参加，看一下，这应该是，哦，小地图可以占领这个香炉。哎呀，因为这个活动啊，它还需要40秒才开启，我们先等等，再给技能天赋升一下。因为我们如果残血的话，我们就切换回来，切换成这个加血的这个技能。旁边自动旁边那个技能是什么鬼？等等，哦，这个书不够了，我的天呀，这用的不太好。你说自动技能旁边这个是，哦，这个神兵天降呀，你一看就是新观众呀。这个还是伤害挺猛的一个这个技能，我们直接往这儿走，大哥走。好，采集，他应该是去中间去了呀。这两个人一边走一个，好，拿了一个。这有敌人吗？我看不到敌人。哎，那等等等，先去这个中央供奉啊。哦，他们没有人。好了，这活动不需要搞，每5秒可以获得一次奖励，这是加50000经验。我在外面1秒钟可以获得10000，其实这个经验要不要对我来说无所谓。对面没有人，图上怎么还有个红点？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神兵利器，这个是用这个经验换这个战力的，又加7000。好，换了一下这个战力而已啊。我们还剩500000，就等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的这个拍卖吧。哇，这佛祖在这打坐，这佛祖你也太小了吧！这玉帝在你面前，这个为虎作伥还是为虎作伥？对面没有人，我们这个活动不需要参加了，直接离开副本啊。哎，无法获得结算的奖励，那还进去挂着吧。神殿领取一下供奉，1.8，2.8会是什么奖励？这儿看不到，我们还是加入战场吧。哦，里面有 boss 啊，他再过1分钟会刷新这个 boss， 我们在这等一下。你想玩一些小游戏有吗？嗯，你可以问七老哥，因为那个游戏平台不是我的。把仙盟商城里的侠义包买了，仙盟商城这还看不到。哦，商店有一个，哦，这是限购的定海，这个还买不了。仙盟商城这个碎片，哇，有14万，哇塞，这个买一个这个。你刚刚说的是侠义礼包，应该是情欲之礼包吧，最高啊，花50000，情欲之礼包买一下。强化突破石，嗯，剩下这8万，我想想，限购14买一下，把这些都买一下。但我感觉这些都买了好像也加不了。这个碎片4次买完，6牙象王可以激活一下，请一直使用。然后坐骑可以激活了，啊，坐骑幻化可以升星了，升星可以加，哎呀，7万有点少。神器，哎，不是啊，神器一键升阶，别的升不了。神装提升这个不需要，福音强化，哎呀，应该是修炼这个，修炼这个其实加的很少。这个给暴击先升到50，然后攻击防御还有生命攻击来一个，这倒是能加不少啊，加个10万左右。好，再来给防御升一下。好了，哪吒出来了。哦，那另外一个 boss 呢？金角，金角也被杀了，没东西了。我们这儿距离胜利还有2-3分钟的样子啊。你看一下最上面这里，我们这里已经6万的这个积分了，到10万我们就赢了，还差20万。我看背包里面，最后整理一下。哦，你看这儿这个四不像其实都可以分了，它就可以使用，使用就可以得到我的碎片，但这个碎片其实已经超了。这个是剑锋入场券，不需要管。27个锤锤，活动尚未开启，时装礼包开了，好像加不了。哇，有2个，这个春夜时雨，逆天战神，碧桃巫院，这个可以开一个哎。行者无疆，应该是这个是呼啸山林可以啊，不对，应该是这是这个，但是需要15个。行者无疆在华府里面，碧桃巫院，哦，这个可以升，这个可以升，可以加个10万。逆天战神这个也可以升，啊，这个也是10个。春夜喜雨，我觉得我给这个升吧，碧桃巫院。使用2个，碧桃巫院 ，OK。感谢所有的提醒，提升加了，哇，21万，哇，只差2万了，今天可以了，可以了，3.5亿，完美。其实我再强化一下那个什么就可以到了，神装提升，勉强强化一个突破。好了，哇，3.5亿，
1207的这个战力，鼓掌，很开心，这个今天太完美了，皆大欢喜。然后这十个碎片其实用不了的，也不知道能怎么样，能分解吗？不能，应该是可以回收的，别的就没有了，确实好牛啊。其实这还有11个力量石，好，这是什么平台的游戏？这应该也有很多的平台，因为它是混服嘛，所以有很多平台都可以。充值比例，这是4-5折，现在确实有点无聊啊，因为这里面没什么对手，传奇现在是有对手的，其实我这两天应该勤奋一点，明天开始勤奋吧。好，这里战斗统计，哎，我占了一个点，但是没有上榜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英勇无双的老王图带着大家取得了胜利，我在本轮当中获得了第10名，和等下拍卖一扫而空是吧？待会儿看一看，现在斗法殿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打第2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这游戏背光是最贵的哦，好像是的，我花了15000都没有抽到。看一下，他是这个13阶的小朋友，然后我这个9阶7阶全都死掉了，但是这个玉帝佛祖还是很肉很肉的。看一下我的输出，哎，这个佛祖这个伤害好高啊，不愧是4.7的成长。然后我这主角之前伤害贼高，贼他们高，但那两个9阶7阶的就很搞笑了。再来挑战一下，1400出的，就是这个账号吗？这账号是1400卖掉的。OK。然后哎，你看这次主角伤害就是主角伤害就起来了，这主角伤害是比这个救兵还要厉害的。最后打一次啊！佛祖拍了拍华南破，这跳过吧。你看哇，对面这个沙僧还可以。然后我这次怎么就是一个啊？就菩提祖师肯定很假，其他人都没有输出，这个跳过就会有 bug。他这活动一会儿好像还有一节，我们可以先把。哎，比如这个闯天宫可以做一下，搞起哇！今天可以打一次这个极难的了，遇到200转，第一次打这个极难，试一下。上次打这个困难难度，好像就是会碰到那个玉帝。后年不传奇啊！如此胆大包天，这是那个什么什么关？我找一下他的名字啊，这是巨灵神。我看一下，还有太上老君、观音啊、猪八戒。地藏菩萨、亡灵官，哦，这个亡灵官，哦，亡灵官真的很难解锁啊！我才到了40，哇塞！猪八戒长这丑样，爬钉拉扯，把范围内3个敌人拉至身前，并造成致命伤害。拍卖要等，这个活动还没有结束呢。这个活动要结束之后，还有第2轮，结束以后才会有这个拍卖的东西。这两天不播游戏啊，因为我视频素材做不过来了。我还有7天的这个视频素材，想想太上老君好脆弱。还有和如来成长一样的，我看一下，这是3.6，没有3.7的。佛祖是最高，然后这个太上老君也很厉害的，3.6，然后这个观音也是很牛，但是如来是最厉害的，没得看体无量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好吧？我们第2轮是9:15还是9:20才开始，继续打吧。果然拍拍才是最强的。这个游戏里面倒是一天打 boss 倒是很爽，虽然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爽点哦，这儿妖神还可以再买2次 ，OK， 这个就可以花好多好多宝钻买，拍入魂，哎，可以打到6阶装备了吗？千人战靴，哇，可以打到6阶了，拿去拍卖，哇，赚一波这个钱，竟然可以打到6阶的装备，哇塞！但我现在也不需要6阶啊，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装备啊，全套装备10阶，然后有一个6阶乱入了，有2个6阶乱入了，这个不要管，但是都是幻彩的，又是10阶全套，然后还有一件龙女的全套10阶，啊，这真的是太牛掰了，这谁玩的这个账号那么厉害啊？200级可以打6阶，好的，那10阶是多少呢？转300应该打不了10阶吧？转500是不是才能打10阶？你看到这儿成伤我是最少的。因为这个敌人碰到我就死了，他根本打不了我，然后伤害我是最足的，总要找这里啊。等会拍卖一个10阶武器，应该是可以加个200万左右的这个战力，可以把这个星月湖的这个武器换一下，就看他给不给了。好，这个活动做完了，斗法殿又可以打6次，神装真多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个不要，巨兵副本做一下。巨兵副本解锁了一个新的炼狱难度，必须要先打一次才能扫到七药，
领取五块星际币，可以了。我们去参加活动吧，这里剩下的扫荡就可以了。哦，他这儿给这个救兵供奉的，可以的。我们先去打一下信封针吧。这个是9:20第二轮，这神武门我估计也没什么人，还有3分钟。我们去打一下 BOSS 吧，这里这个妖神 BOSS， 他最后一个妖神 BOSS 都还快被我解锁了，可惜差一点。要是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神装是多少战力就好了。我看看排行榜，排行榜说不定能看到神装战力，对比一下我们这个神装在哪儿。哦，神装我是848万6900，848万。哦，刚过这个840万，这个明天才能解锁了。我刚才一直想打喷嚏打不出来，难受死我了。世界夺宝其实可以买几次次数的，前面几次特别便宜，5块钱以下其实都可以买。百花奔波霸霸波奔 buff 没直播效果，所以我有考虑之后玩游戏的话我少充一点，每天可能充1-2000就够了，有对手再说，有对手的话就忙起来。我要故意像一个托那样的话，就是去恶心别人，去衬托别人，对吧？我就比他战力稍微少一点点，然后疯狂的越战他，就是我就强化战力的话，我就不要搞那些虚的，我就搞一些实在的，疯狂越战，这样我觉得会很爽。其实那个活动已经开始了，你好喜欢，但是我想先打个 boss 再过去。啊，我们再做点这个副本吧，那活动我实在不想进去挂机，至少打 boss 都比那个要好。头发越来越少，还好了，我只是那个发际线比较高，这从小就是大脑门，没有办法。但秃了变强了，暴徒确实变强了，但没有变秃，好吧。我现在掉头发的感觉都掉的比以前少了，是个装的好料子。我的天哪！啊 ，B 站老王秃，哇，还炸出这玩意儿出来，我醉了。不要太给力了。OK， 这里。副本做一下吧，斗法殿买两个次数，然后打3次，掉的少是因为基数少了。我靠，也没看出哪儿聪明。哇，句句直戳内心深处。道友留步1.2万啊，道友留步那个游戏我玩不进去，我感觉那个游戏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玩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勉强玩了一下，玩了10几分钟，我要吐了。因为妄图玩过太多氪金游戏了，那种氪金游戏如果我没玩过什么氪金游戏也许我会能够接受吧，但是我真的玩不进去。走 OK， 这打完了再去看一下神装争夺不要。真雄哎，真雄买几次次数啊，买6次，因为还可以给那个技能天赋升一下级的。这吃瓜刷的有点太多了吧，我的天，感谢大佬。然后我们一会儿拍卖的话，我们就买买东西，我们就下播了。但拍卖结束需要10点，然后我们10:55的时候我们再回来。因为到时候还有那个解榜，第8天的这个排行榜，宝石大师啊拿到手最后一个这个称号，到时候我们就圆满结束了。嗯，大家没有问题吧？然后世界夺宝，妖神还可以再打一次。但我感觉打完是不是活动就结束了，已经5分钟了，应该是要先去做一下这个仙路法会，我还没有打，哎可惜。走，加入战场。好，对面没有人，我们这儿有9个，6万，那很快了，已被蓝色方击败。这个 boss 也被打死了。好，开下图鉴，在这儿等等，简单吃一下归属，看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去红方他家看一看。但我觉得我这个战力都不想升了，他这个35000看着很舒服。哦，这是他们家。哦，被仙魔守护者击败了，7秒后出生在复活点，这佛祖都死掉了，你看到没？我的天哪，这防御塔好给力。走，哇塞，这真的是神圣不可侵犯。哦，使命天降来一个，哇，舒服。然后如来佛祖一个佛，哇，这个手，哇塞，好厉害啊！看到没？这个手，好给力！我再看一遍，
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！我这样看，我这个背光还可以啊。你看这个面相看起来还可以，就是你们这个电脑上看的可能有点太苍白了，但我在手机上看的很舒服，可能是因为手机对比度高。来，佛祖，哎，佛祖人在旁边看，佛祖在我背后对吧？然后再推一波，哦，他就跑到我前面去了，然后推了一掌。最后40秒啊，绿图改变世界，有点东西的你们。这个我觉得今天你们带节奏，主要是我这儿一缕头发没有提前梳一下，露出了我高傲的发际线啊，现在就可以了对不对，现在就很好了。好，结束了，望族家青春退出战斗第8名，总共9个人，我排第8，可还行。好了，然后这个肌肉、哦、还没有出来，等一下，这是自己的，那个还没有出来的活动，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时候结束，它是到35，我们还得要等5分钟，我们参加一下监督法会吧。这儿匹配的都是这个电脑人，然后邮件领取下，哎，副本中打不开啊，等等，邮件领取下啊，这儿东西也不怎么多，要是给双倍排的话就好了。感谢公子送的那条小星星。好呀，主播将后脑勺头发强行梳至前排，我要笑死了。这个神装争夺，其实这 boss 还没有复活呢，33分钟，打个毛的 boss 啊，这 boss CD 时间也太长了。哦，拍卖来了，我出售一个神兵，来前往拍卖行，只有一个神兵耶，这有5分钟公示期，浮光北剧200块钱买一个，不买了。金丹砂我看一下，金丹砂升星，降龙碎片360，不划算的。金丹砂我如果刚好还能再升一起，我可以考虑啊，不要买了，这是紫金葫芦，不是金丹砂。我还说如果是一样的我可以搞一个，大家稍安勿躁，这又得要等5分钟，然后我们一会儿把这个兵器买一下，我们就去玩传奇。后面的有人买我的东西了吗？我这6级装备好像没有人买。哎，望图改变世界的老王图获得了这个霸主称号，领取10000。 OK， 圆满结束了。好，打完了深路法会没有了，妖神境地没有了，去打哪吒吧，这哪吒要被我打头都打烂了。千仞战靴6阶拿去拍卖，历代宝藏剑丹，哦，救命升阶我们来试着升一下啊，这20阶还可以升，算了，不要给佛祖升了。来牛魔王升一下啊，牛魔王好像也不加这个战力啊，加6万1，好少啊，打 boss 的时候升级卡出墙来了。灵脉灵丹提升啊，就一个土剑解锁，哦，加2万还行，仙盟200。 OK，需要仙盟情谊修炼等级达到2级才能再继续升。仙盟情谊等级是什么鬼？这个没有搞懂啊，这官职我都没有设置啊。情谊修炼是在这儿，哎，这个等级是1级哦，可以升级1级。OK， 这个是用仙盟资金去升级的，那我再升1级，好，到时候这个就可以升到150级了。OK 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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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竞拍。武价出价最高，可以了。我们刚才买了一个啊十转的武器，哎，怎么又有一个啊？这全服的，这全服这个是遗漏的，就是漏拍了的，所以这里又有一个，但是那个我已经不需要了，我已经拍到一个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技术行卖出的这个纵横九锁，哇，还赚了1块钱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怎么才赚了1块钱啊？就是模拟的人分到的，然后我们这儿600瓜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每个人可以分到52块钱啊，挺好的，挺吉利的数字。然后背后看这个又有一些分成，加起来就是52块钱，全部领取。然后我们把仙狐的这个武器开一下，10阶武器应该是降龙潜，哎，不对，空思远啊，是这一件装备啊，这个就是仙狐的装备。看一下它说明是什么，相传丹霞仙子成仙之后，舍弃的人间至情幻化成灵石，后被雕刻成椭圆香囊，自相千里，缠绵悱恻，来空念远。我们现在是刚好3.5亿零30万战力，看能加多少战力啊，这里穿一下，来神器搞起，加个，我加895万，我惊了，我靠，马上就36亿了，这太夸张了。然后这个剑丹啊，自己用神装项链，自己用防不要剑丹，自选不要元神，自己用归属啊。刚才我又打了一些这个 boss 啊，高级时装不用管，神器不用管，这个也不用管，群妖会选4个，战靴拍卖出去，所以就自己用吧。然后能让三太子最后2次啊，然后我们想想，现在是10:57，再等2分钟，这个
冲榜马上就结束了，哇，把每一个排行榜的第一都拿到，很开心。噔噔，哎，这里为什么有红点？神兵利器又可以喂养8000万经验了，加了8600的经验，不，8600战力，他好像，哇，1000万战力加1000万的经验加1000万的这个战力，我靠，嘴巴都打结了。法宝升阶，感谢小跟班的小星星，感谢感谢。然后这里随便升一把，这倒无所谓，修炼修炼一下，把这些清完，拿一下榜，我们就下播啦。套装打造，哦，锻造一下，这儿这个套装打造，哇，有112个，盾尾有7个了，不需要。差风两件，哎，还行，其实两件差风，哎，还有一个是森罗套装，还有一个是盾尾，盾尾差风，哎，怎么盾尾有7件？这个盾尾能不能再洗一个森罗出来？差风不要，哇，腾云无修套装洗出来个橙色的可还行，橙色就保存了，把盾尾洗了吧，要么来个森罗，要么再来个橙的，哇，紫色不要。我们今天所有的 boss 里面就只差了一个妖神 boss， 换一下挂机地方，邮件，宝石冲刺，好，解绑了，宝石豪取第一名，给了一个6阶的寒光腕，这个称号其实还有点用处，能加10级20万战力，来使用一下珠光宝器，激活称号，啊，加了28万战力，啊，可以的，我们还加40万战力，哎呀，没有这个荣幸，可惜了，差了一点点。别的好友我看一下，给个位置呗，建个小号，好，我们把先盟踢几个人，好，剩下就是3天前的，踢下末尾的两个人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游戏就到这里了。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吧。这个战力可惜差一点到360呀，就差40万，好难受啊！交给之后的大佬吧。然后等级遥遥领先，镶嵌遥遥领先。我们这个高别人多少很难看出来，但我们和这个华南破对比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后面没有一样是比我高的。最惨的是这个仙丹，我800万，他只有330万，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我的装备是4000万，他是2400，反正各种属性都差了一大截，这个没法生存了。但是换句话说，我可以当他们这个老大，当得很踏实。剩下几个其实加不了什么战力了，我们不用管了。然后这儿最后一个妖神 boss 还有3分钟 CD， 我不管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什么时候再直播，就要等候我的通知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我们可能还会休息一段时间，但我保证，在这个视频断更的情况下，不要断更太长时间。我们视频可能还有1星期的这个更新时间，然后，1星期之后，差不多这个游戏我也应该找到了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下去的。如果喜欢妄图玩氪金游戏，喜欢妄图玩更多更有意思的氪金游戏的话，欢迎给视频点个赞，谢谢你了，拜拜啦。